相互依偎着。妆的短发不会剪上你，真好。你剪了短发之后，你绝对会上。好。冲！反正我人生中也没有多大挑战过这一个。我只想说一句谢谢，谢谢所有工作人员，谢谢所有阿妈阿妹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，还有谢谢观众，因为我。职业是大桥头营运长，感觉条件蛮适合你的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焦。什么焦？现在？他真的姓焦啦。真的姓焦。我姓氏啦。姓氏。身高多少？大 C 小 D。突然好想要吃 banana，我肚子饿就想吃 banana。想要吃 banana， 吃你的 banana。